哪位女子让两位大哥都沦陷？以下人事物通常会出现在除牌室健身房：胡林、哑铃。哑铃，哑铃是一个女生的名字，哑铃啊，来厨房一下，来健身房，谢谢哑铃来健身房，来厨房，哑铃好快啊！遇到以下的状况，通常会害羞还是害怕？来看 X 光片，看灵异照片。哎，那个灵异的那个女的太明白了，害羞。而且那女的叫哑铃，对不对？实力不重要，气势不能输。我到时候赢到，让你叫我一声哥。我谁都可以输，就是不能输给新加坡。来开始，投啊！紫灯科。哎呦，哦呦，紫灯科你呢？会。完了啊！我想一下，可惜这个没有道理，一个都讲不出来。再给他一次机会。我对你真是五体投地啊！两个字我可以，用四个字就比较难度高。要不要给他个机会，好不好？再给他一个机会看。没有，我先讲是你们要给我的哦，我没有硬要。放送内容一百秒后登场。天才冲冲冲！新单元，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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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先介绍，先冷静，先冷静，先冷静。很久没录吧？很久没录，太久没录了，半年了。对呀，他们今天呢，因为每次我们会派两个下来，今天全部用抽签的。对对对对，所以可能会全部来两。好，来欢迎两队神兵，欢迎陈凯琪、郭雅桃、小燕君、王继波、劳正平。小燕，哎，我这边有郑伟东、陈玉桥。黄继伦、张奇辉、孙学志，准备哦！今天我们的 table 给大家什么奖品呢？自动排烟的多功能碳烤机，烧烤机。哎，你猜对了，烧烤，烧烤机就对了。哎，我这次念放慢速度哦，还错。好，我们现在两个单元呢，我们就用抽签的方式。哦，主持人，这样两个人，哎。哦，先抽这两个人。对啊，主持人，你们两个抽，你们两个抽，他两个下去，自己决定。中间两个的嘛。好，好吧，中间两个。好哟，好紧张，不要是我，不要是我。不要是我，不要是我，不要是我，不要是我。恭喜！恭喜的，恭喜！不是，这两个是主持，这两个下来。没讲好。抽到的人下去跳。刚刚是没有讲好，对不对？来正式来，正式来。没有，没有，这边有写了，主持人抽两个，抽两个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对对，下去，然后跳剩余的。那两个是 PK， 他们两个 PK 有六个人，他们两个 PK， 我们嘉宾就守不住了。谁？不见得难说。我们还是要对我们是有信心。我是没什么信心的，好不好？少那么谦虚。别好，早点跳下来，早点死，旁边休息，好不好？让你们俩出题哦。好，没问题。来，教威，来。哎，难得是我们两个主持，太开心了。哦，我怕你念长念撇字。不，我看得懂，他自告奋勇啊。对，我就说完蛋了，没办法，完蛋。放心，我一定会放慢速度，然后念。不要让文琪来念。好，不要开玩笑了。好。题目是：以下人事物通常会出现在厨房还是健身房？是的，来哦，厨房还是健身房 ？OK 哦，厨房这边，厨房这边，红色的健身房，蓝色的，来，吴晓，啊，吴林，吴林，吴林，什么林？大声一点，吴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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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不知道，吴林他知道，真的假的？吴林，吴林，吴林，吴林。像水壶一样，狐狸啊！因为我刚听成狐狸啊，我也听。健身房出现狐狸啊，狐狸精，狐狸精，狐狸精，健身房有狐狸精，中间还有中间，特别合理。哎，我怕他们主持会搞到鱼肉，五点来淘汰我。你不要这样子，你只要认真跳好就好，好不好？来，听好，听好，来，题目
是以下人事物通常会出现在厨房还是健身房？胡林、哑铃。哑铃，哑铃是一个女生的名字。哑铃啊，来厨房讲。哑铃好快啊！哑铃啊，公而禽兽。哑铃跟哑铃不一样，哑铃发音差不多。大家都对对啊！哑铃，哑铃，叫哑铃来说是吗？你要有勇气一点。你往前再一点了，我都会讲。好，跟大家报告哈，现在正式来哦。好，没有丑了，没有丑，没有丑。好，你也没讲叫哑铃来厨房干嘛？对啊，来帮忙做菜啊，厨房干嘛？菜啊、菜啊、用是不是？哑铃，他们都在厨房做菜了。哎呀，来，听好啊，各位，题目是：以下人事物通常会出现在厨房还是健身房？飞轮、鱼板、瑜伽垫。啊？瑜伽垫，瑜伽垫，瑜伽垫，隔热垫，隔热垫。哎呀！来站好，隔热垫，隔热垫，隔热垫，厨房，隔热垫是厨房，声音要再，声音要再大一点点，后面来来来，对啊，对，哎呀，隔热垫第一时间又想到厨房会用的什么隔热垫，来中间中间，隔热垫，题目，以下人事物通常会出现在厨房还是健身房？肉片、杠片、干你老师，怎么了？干你老师啊！杠铃的老师，吓死我了！啊，杠铃的老师，杠铃的老师在哪里？来，继续题目。在前面一点。以下人事物通常出现在前面一点点哦，后面安静哦。厨房还是健身房？好，杠铃老师，潘老师，烘焙手套，拳击手套，隔热手套，菜刀，菜刀教练，菜刀教练，菜刀教练，教练。你不能刷了，没有，你当老师，没有教练，菜鸟老师，好，大家不要激动，烘焙课上太多，大家不要激动，我试个第一题了，有试过就好了，人生还是对不对？对，艺术不能勉强，艺术不能勉强。那第二题换题目吗？对，换题目，换位置，换位置，换位置，哎，到前面去，换题目了，后面的往前。往前，往前啊！往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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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前。题目是：遇到以下的状况，通常会害羞还是害怕？害羞，害羞，害羞。红色，红色害羞，蓝色害怕。来，被人告，被人告白，看到偶像，看到警察，看到鬼，被求婚，被囚禁。可疑的人，对他啊，站着站着站着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哇，你的血好硬哎，你的血好硬啊！第一次有人录到，吓爆伤，你的血好硬，你的血好硬哦，害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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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没有看到讲陆羽穿木屐的？有没有？哦，厉害了！演的跳很好，好开心。我每次要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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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以下遇到状况通常会遇到以下状况，对，遇到以下状况会害怕还是害羞？这边害羞，害羞，害羞，右边，左边害怕。来，可疑的人，
心仪的人遇到地震，看到车震。看到车震，为什么要害怕？他会害怕，他不习惯这种事情啊，对，不习惯，不习惯，他在车里面。我们这个是大约你总是在这里，我总是在这里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。他也是主持人，我平常是主持人。王姐，我只是刚才被我兄弟害了，所以我现在害怕。哇，好大，二哥，二哥啊，那边的，醒不啊？哇，用我来啊！遇到以下的状况，通常会害羞还是害怕？辣妹好正，看 X 光片。害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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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害你要你想看到什么？哦，我也会看到实体，除非你有植入什么东西。对，我的植入什么就不知道。一般男孩子比较会看到了，有猪猪啊什么的。猪类，那是犀牛。对，来来，犀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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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看着他跳的，完蛋了。往前一点，往前一点，我要去后面，我要去后面。一条一条命狼，来，遇到以下的状况，通常会害羞还是害怕？来看 X 光片，看灵异照片。害羞，害羞。那个女鬼，来帮奶哥解释，那灵异照片的场景上太漂亮了，那个灵异的那个女的太美，害羞。而且那女的叫雅玲，对不对？好现实。原来是态度啊。然后在厨房拿菜刀，有没有？菜刀教练，对，教练。烘焙手套，好不好？通常不会害羞了，会害怕，好不好？一条条命啊！好，我要去后面。不行，不行，还没换。遇到以下的状况，通常会害羞还是害怕？看 A 片，看鬼片，内诊。内诊，内诊，害羞，害羞，害羞。这个其实我觉得两个都没有经验，对对对，内诊害怕，内诊怎么会怕？多舒服的事情。那每个人感受不同啊。我会怕啊，人家看内诊也是会怕。会怕。对，内诊蛮痛的，害羞啊，害羞。都有啊，会怕。那医生说，来都到隔壁把裤子脱掉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就害羞啊，我会害怕，我会害怕，既害羞又害怕。对，这有一点被看光光，这谁出的？隔壁谁出的？还不熟？对啊，要看，主要看医生。害怕，要不先聊一下？对，对对对，会害怕。不够熟，觉得害怕。对啊，会怕。好，有这个来，中间过关，过过过，耶。对，会怕，会怕。来啊，遇到以下的通常。受不了！再给我一次机会啊！加油！来啊！遇到以下的状况，通常会害羞还是害怕？来，触诊、误诊、漏尿、漏尿侠。哎，谁啊？漏尿还漏尿？漏尿！漏尿很害怕。漏尿的身体是害羞啊！漏尿害羞啊！被发现了，害羞啊，害羞啊，不是漏尿害怕，你就觉得说天哪，你尿失禁，对啊，我怎么会？你怎么办？会漏尿？哎，这个讲的，大家会先害怕，你无缘无故漏尿，你不害怕吗？有一点，我访问一下，你上次漏尿你是什么感觉？我刚好没有漏尿，因为我是剖腹产。哦，那你没有生宝宝？你不要每个都问啊！一人一个来回答，医疗节目，你差点就套出来了。我上一次其实还没生呢，差点套出来。好，然后跟着你是换换，二七二七，谢谢你，往前往前，刚第一个啦，你刚第一个，刚第一个了，好。啊，这题会死很多人哦。什么？因为有一点点难哦，蛮难的题目，好不好？以下的词汇中有"国"字的，不是山，山羊的山，
什么叫山脉？山脉的山，中央山脉。对，中央山脉的山。那个山还是数字？高山的山就好啦。多难哦！它是那个山还是那个山？数字山的山。那你发音要清楚哦。有，可以。一个是卷舌，一个没卷舌。对对对。好，开始了。三人成虎，山穷水尽，三不五十，三八，冰山一角，冰山美人，开山刀，开山指。哎，有一点慢哦，快一点哦，有一点慢哦。来，继续。梁山伯，梁山伯，唐诗三百首。唐诗三百首。哎呦，咸湿哥傲，哪一个？大家告诉你还有一命，来，好，继续啊。以下的词汇中有国字的是山还是山？唐诗三百首，唐三藏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没有，我看到你没有，你这是对的。你刚刚我，我不行吗？哎，你没有玩过竹竿舞，那这样子。没有没有，可是他有试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。你要是一直讲，一直讲。好，没关系。过度活泼。我看我刚是错跳太快就会了。唐三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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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不好？燕君，唐三藏。哎呦。哎，赵哥，赵哥 out， 赵哥 out。好，没人了。哦，还有亚唐也是啊。这应该是被陷害的，来，一条命一条命。然后中干中干，以下的词汇中，国字的是很多人山还是山？唐山过台湾，唐山过台湾，朝三暮四，张三李四。为什么要叫优雅？看到是，他很轻松哎。对，小小步，很优雅。我们在竞赛，你知道吗？穿衣服来这边看大家的，从容。对，从容。啊，出来说就错了。哎，来什么？娘炮。差点忘了，要跳起来了。不要娇滴滴的 ，out。哦，跳起来，跳起来啊！来来，以下的词汇中有国字的是山还是山？三明治，山脚下，三国恋，桃园三结义，山本五十六。啊？三本？啊？什么？山本五十？三本？对对，大家都三本头，对，三本头的人。对，过关。快！换题目。没有站过前面的。前面站过前面，都有站过，那就站第一个去啊！好，就这样，下一题，下一题。接下来，我觉得这个应该由我表现的，对，好不好？换你了，换我了，来来哦。以下东西是化妆品还是食品？啊 ，OK 吗？化妆品在红色的，食品在蓝色的 ，OK。来，粉扑、粉肠、粉饼。粉饼啊，新加坡人不知道粉饼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粉饼，我都用英文了，对。哦，use English， 这个东西不能吃哦。而且有些饼是用那个面粉做的嘛，叫粉饼嘛，对不对？是可以吃。哎，不要闹，雅玲，你不要闹了，好不好？就是他以为你不知道粉饼，厨房一下。雅玲会啦，雅玲。米粉做成的饼不叫粉饼吗？雅玲会厨房。你为什么要穿的跟那一根长得一样啊？来，以下东西是属于化妆品还是食品？粉饼。太阳饼、腮红、口红、米粉、蜜粉、冬天的蜜粉啊，冬天的蜜粉怎么？对，冬天的蜜粉、冬粉、眼线笔、眼影、枇杷膏、酱油膏。海洋角的酱油膏，对，只有齐慧姐，只有我拉到，没有拉蛋糕，那你打，鞋带都掉了，输他20年的前辈，要输啊！哦，
20年。你惊讶什么？剩六个人。惊讶，有这么久？再松一点，再松一点。好，以下东西是属于化妆品还是食品？睫毛膏、遮瑕膏、蜂蜜、香草蜜、唇蜜、糖霜。糖霜。糖霜啊，是不是？对。素颜霜。怎么了？双麒麟。双眼皮贴。哦，过关。念题目的时候记得要换气哦。对对对，我怕念念就走了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你念好像有些比太红了，怎么这么好？你有听过这样的呛虾吗？很好，我还没玩过。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没有那么强。哦，好适合。老。说他没作弊，你们相信吗？自由行，哦，对，漂亮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在干什么？不然有动作。我真的看他会看的，抓你！怎么了？属于化妆品还是食品？唇蜜、糖霜、糖霜、糖霜啊，是不是？对，素颜霜。对，怎么了？双麒麟、双眼皮贴。哦，过关。你在念题目的时候记得要换气啊！对对对，我怕念念就走了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你念好像有些比腮红还红。我怕我会念错啊，好不好？换位置，机会表现。到后面。换题目，换题目，然后到当中。好，来啊，来。题目是：做以下的事情通常是一个人还是双人？双人。好，来啊。哎呦，这个很难讲哎，这个。舌吻、接吻、接电话、开车、骑斜力车、斜力车。车。来啊，来继续啊，喝江杯酒。啊，对，酒就这个有一点点，对，不能太活泼，对，好，一条命，来，中间，中间，中间，来啊，做以下的事情通常是一个人还是双人？喝闷酒，结婚，离婚。啊，为什么要活泼？一个想离，一个不想离。两次了，好不好？做的也不可以这样子啊！他想说离完婚变一个人。哎呦，对 ，out， 这好难，好难。来，做以下的事情通常是一个人还是双人？离婚、冥婚、冥婚。哎，大家刚刚有没有一个人？对，一个人。太多了，全场运动的人。他不是腰力好，不然就是脚力啊。对啊，体力好。好，继续哦，继续哦。闪婚，中间，闪婚，闪婚，闪婚呢？闪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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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闪婚啊！对啊，啊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怎么了？闪婚，你不懂？怎么了？他是谁？他是闪去冥婚，这有一点难度喽，好不好？是双人呐，啊，怎么会在一个人？还是对啊，你现在还在知道 ？out， 啊，哎呀，四个人哦，哎，蛮快的哦，这个速度，好不好？做以下的事情通常是一个人还是双人？闪婚、闪到腰、举手、牵手、吵架。哇！我们是吵架，你是踢笑，那不一样。踢笑就一个人了。吓到！他气自己，泼妇骂街就一个人。气自己。也是一样，也两条命了。我是三个男的，三个男的。伟忠有可能会拿哦。哎呀，哎。真的是表现真的太跳了，好不好？来，你拿回去。做以下的事情通常是一个人还是双人？炒面、炒面、炒饭。你在杀什么？你在杀什么？你炒什么饭？是什么饭？哪一种饭？我跟你讲，我最讨厌炒饭一个人吃了。哦，那叫一个人。亚玲爱吃炒饭。不要再有。
了一个，可以叫他来厨房，先这样一起吵，对不对？好，好笨，你还有两种意思啊？对啊，没有啊，我们这种都是一般的，一般的没有意思，我们这个没有双关语，没有，没有双关语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只有哑铃是有双关。那个哑铃跟这个哑铃有没有不一样？不一样。哎，炒饭本来就有两个意思，没有年轻人做小的。没有没有，那我们是我们的错。我们如果是两个意思，另外一个是说吃炒饭，这样子。哎，好不好？要你觉得你有解释吗？真的假的？要炒饭，还是那个炒饭，好不好？真的。加油！这么重要。只剩两个人了，我们来换题目。哇，来了！题目是：做以下的事情是要免费的，还是要付钱 ？OK， 来，我很多东西都会要付钱变免费，现在不用钱，那边要钱。我们就正常，是以正常来说。好，买车票。我跟你讲哦，这个就是有台的武力全开，想报名，他想报名，没有，因为他基本也是唱跳歌手，所以他什么时候变唱跳歌手了？哎，他去比赛的时候有看过他唱跳，有时候会需要跳，被逼要跳，对，那这个还是要打，还是要打，丑啊，对不对？来哦，好来哦，啊，做以下的事情是要免费的，还是要付钱的？来。买股票，骗选票，没错没错没错，我想说，我想说骗选票可能有一些钱，骗选票有收费，多多心了。好，来来继续，老婆好票票，找警察，找警察，摸摸茶，爱找茶，0204，0204是什么？逛夜市，逛夜市。逛夜市，没有买东西啊，不用花钱，对啊，不需要，不需要。吃夜市对啊，对，吃好，逛夜市不一定要，跟我那个炒饭的道理是一样，吃炒饭动词还是名词？哎呀，有，对，PK，2个PK，完了，我觉得这题好，有一点难，有一点难啊，来，做一下的事情是要免费的还是要付钱的？来，我发誓，上夜店，上酒店。路过酒店，搭高铁，喝拿铁，上摩铁，睡觉，睡懒觉，登报。登报是什么东西啊？登报，登报，登报纸，登报纸啊！好，继续。拥抱，卡刷报，卡刷报，报不管。一命抵一命哦。很厉害，来，吓到！以下人或物是单靠双手推得动的，还是推不动的？双手，只有双，不借用外力，只有用手。对，光靠双手推得动还是推不动？对，这个是不动的动嘛？对，来，轮胎、轮船、轮椅，阿公坐。好了，可惜啊，可惜可惜啊！真伪中正，真伪中，我们要先把奖品颁给大家，不行，陪我跳一下嘛！来，现在进入我们真伪中的 PK 赛，来各位，真伪中现在是准候选人，这三题，这每一个位置你要分别站一次，好，轮流，没问题。第一题，你决定在哪里？就中间吧，就这里了。哎，张文琪，你要误导他，没问题，我会牺牲打，好不好？其实你不要用那两个字牺牲，你认真玩就会死，好不好？不要太不要这样，我会很有精神的。一个人两条命哈，一样哈，来哦，玩到三题结束，你没死也是算赢哦。好哦，来第一题，以下这些场合的气氛是庄重的还是欢乐的？哦，好，这清楚吗？落差吧，哈，落差有大哈，来哦。这蛮难。总统演讲，法师开讲。这个都踩错。
多欢乐，他喜欢呐、啊，多欢乐。法师开讲，我觉得他人生最爱就是听法师开讲。对对对对，他说法喜充满，法喜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法喜充满，内心是喜悦的。法师抽奖吗？开心，全部法师抽奖再开心一点，好不好？哎，真的认真玩就一场不见了。以下这些场合的气氛是庄重还是欢乐的？法师开讲，奥运得奖，超度。普渡，哎，普渡，哎，我说好朋友开心，你都不要问他有关于法会的东西，怎么了？普渡开心啊，好生动开心，对不对？平等啊，对，多零食可以吃，多零食。哎，张文哲，你不要这么牺牲，你不用这么牺牲啦，没有，刚刚那个是丑，刚刚对，我知道，对的，刚刚，你这还有一条命啊，还有一条命，来，你死这么快，不好意思。以下这些场合的气氛是庄重还是欢乐的？普渡，爱你没法度，快点哦，慢哦，很难。去拜拜，去杜拜，把他击败，把他击败。对，可是我要先很庄重的心情，才会想那个策略要把他击败。你看他啦，哎，我觉得他说的对啊，很有道理啊。我有点累。你要主持公道，主持公道啊！我跟你讲，你击败的时候，你啊，超级败，欢乐的。没，好好笑，好快哦，好实啊，哎，很难，他很难打哎，来。以下这个场合的气氛是庄重还是欢乐的？第一题就弄死两个。升旗、降旗。哦，降旗很庄重。升旗、降旗都要庄重，啊，不然呢？因为要放学了，降旗放学开心，又不是降半旗，对不对？他刚把他击败，他很庄重，他应该是死啊，真的。哦，哦。以下这些场合是庄重还是欢乐的？降旗。娶到郑文琪，为什么每个都想一想？太太太太好了好了好了，很勉强。我在这边，好了，对不起了。再怎么样也要客气了。应该是庄重，因为娶到你娇妻耶，哎，不容易啊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对嘛，要很严肃，没有下定决心是不会娶的。对啊，为什么要挂前面？喂。到我要开心一点，好不好？我等超久，你也犹豫了，来，好好笑。娶到郑文琪，对嘛？要这样叫，对嘛？好啊。博物馆、汽车旅馆、宾馆、殡仪馆、面试。面试啊，老板面试，面试。面试怎么听不懂呢？面 interview 嘛。我发音不清楚的，没有了，不，但是可以再清楚一点。好，你站好。哇，神气！来，面试、考试、办喜事、告别式、三叔公办喜事、三叔公交代后事。第二题，第二题。好土哦，好土哦，厉害，厉害。第二题。题目是：以下生物是几只脚？两只脚还是六只脚？哇，六只嘞！很清楚啊，两只脚还是六只脚？昆虫大概都是动物跟昆虫的差别。那我是两只的就好了。准备。像陆地上它应该没有六只。蚂蚁人，对，马如龙，真的。马斯利，螳螂，唐老鸭，天星，天牛。独角仙、马盖仙、蜻蜓、青蜂、蜜蜂、埃及斑纹、何以文、瓢虫、蝗虫、黄飞、黄飞鸿、鸭子、金龟子、蝴蝶、蜈蚣。最后一题，换位置。哦，学姐学弟这样 PK， 好强哦，很硬，很强。题目是：
以下这些事情脚会怎么样？打直还是会弯曲？哎呦，这个难，这个比较难。俯视概念，俯视的价值，打直还是弯曲？哦，预备，蹲马步、弓箭步、踢正步、盘腿、劈腿、翘二郎腿、脚抽筋。脚抽筋不是会这样吗？脚抽筋要打直，脚踝是弯的吧？脚，整只脚，整只脚的形状是啊，对吧？没有错了，哦，好吧，对了，好不好？人家已经不简单了，真的，你还是要给他？不是，是说，哦，是我赢，我知道，所以借我过。被打怕了。烧鸡啊！来，新单元，燃烧吧，关键字。好，擂台摆开来了，各位在家里面看了，有时候真的觉得真的蛮笨的。不是的，很刺激，真的。对啊，很刺激，很刺激。哎，赵正平，你又来了。欢迎赵哥。还好，还好，你再来一队，你还好，还好。幸好今天终于是跟陈哥这一队，如果要跟乃哥，就是遭状况不是很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上一次跟乃哥这边的时候，输的不是很好看。今天跟陈哥这边，哎，看一下这样状况，那就是来 balance 的了。我是无辜的，为什么？懂吗？我是无辜的。怎么说无辜？你为什么来选这个节目来复健呢？不是，上次你不是说了吗？下次有必要找我，我不来。没有，后来我私底下有一点潜规则，我跟制作单位讲。潜规则？对对对，如果跟潜规则会用在你身上。潜规则不是那种潜规则，潜规则有很多种方式。我知道，沟通一下，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跟年轻人在一起？哦，学弟小啊，哎。哎呦，你一来又提升了我们的年纪了。还好吧。把年纪 balance 了，太好了。没有啊，上次他表现的也不错啊，可是是在私底下，对对对，在台下很厉害，对啊。而且下一条到底怎么玩这个关键字？他满脑子都脏话。对，你说对了。对啊，他的给他一个什么，他就往那边连接。你提得很好，我们下一期下一次做脏话的关键字。哎呀，不屌啊！整个节目从头逼到尾，还以为我们是电音节目。马上进行，不是 Round One， 来排方式，来，我要去后面。伟忠，伟忠，你先，伟忠，你先，我先，哎呦，你排第一个，牺牲打，干嘛呢？什么叫牺牲打？我们出马就是寸草不留神的，分砍。来，就位，就位，那个先帮我们翻得一分，好不好？哎，不一定啊。不要这么瞧不起我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一生就是很容易瞧不起别人。我到时候赢到，让你叫我一声哥。哇塞，他还有一张，你是不是要少讲两个字？哪两个？啊，贝哥哥。OK 了，不要只会耍狠。来喽，准备了啊！不，我们本来就赢不了，但气势不能弱。对对对，气势。本来就赢不了。他说实话了。不限位置，不限位置的地方哦。OK 了，好了。好，不限位置。任意摆哈。哎呦，有啊！两个字，两个字。一开始由浅入深，一定是两个字，好不好？先给你想一个，什么油？我干嘛要这样？你先。有骨气，有骨气，来哦来哦，几个字，两个字，结果三个字就惨了，不会，顺两个字，汽油，油桶，猪油，汽油，机油。看你怎么说，答案各个像闹剧。无障碍空间，这好难哦。什么？你不要讲其他的话了。无障碍空没有。特别来宾，特喝个两瓶。
外婆都碰五万，外婆从澎湖来，丢丢，把我牌截断，超难，把我把鞋穿，外婆从澎湖来帮我把鞋穿，你觉得有这么感人的大时代儿女？天才冲冲冲，任意摆哈。哎呦，有哇，两个字，两个字，一开始由浅入深，一定是两个字，好不好？两个字，结果三个字就惨了。不会，炫两个字，汽油、油桶、猪油、汽油、机油、机油是，不要影响，不要影响，油气、奶油，随便随便讲，油膏，好油，加油。奶油没了，他没有的，他没有的，他没有的，油油牛油、马油、猪油、黄油、鸡油、鸭油，什么油都有。你在旁边叫什么？又不是你在玩，没玩呢。油真的好多，哎，什么油都有，对。对，没有对，没有对，我已经算不错了。以前我在这上面达不到两个就下来，现在能撑到四个，对，进步了嘛。我有，我有下来，对不对？你要给人家进步啊。这个油，油条，哎呀，这个油，油条，哎呀，要激动，要激动，要激动，太激动。这个油，你跟我讲四个就有进步了。粗粗油啊，下去。没有，没沙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是不是先翻一张？对，这个合理。哎呦，可能不用我出场了。郭雅棠，有好久不见。那要不要再翻第二张？对。哎，好，这是别人。来哦。看人家没有。哎呀，血，哎呦，应该三个字。我先帮你讲一个猪血糕，好不好？来哦，任意摆哦。有。预备，开始。啊，猪血糕。血压计。猪血汤。高血压。止血带，低血压，哇，还有低血压，血压药，高血糖，低血糖，没有低血，低血完了，高血脂，低血脂，注意哦，注意哦，没了，鸭血汤，惨了，止血剂，白血球，凝血膏，红血球，没有凝血膏，那血小板，红血球，血在干什么？吸血鬼，加油，好强，血滴子，没中断。真的很难呢，哎，可是下去再得一分，我们有一支，这好看，这好看，哎呦，学长，差点赢了，哎呦，高手过招，差点赢了，哎，四星的，四星的，哎呦，五波，五波，哎呦，不太好对付，两个都好玩，海西算不错的，对，厉害，两个，来哦，啊，四个字，四个字，哇，这很难，这很难，由浅入深呐，好不好？任意摆，四个字就难，任意摆，四个字难了。上，子孙满堂，子虚乌有，奉子成婚，五子登科，我刚刚想到一个，子孙，子虚乌有，讲过了，讲过了，我刚刚想到一个，鸭子，好漂亮，鸭线，算你鸭线，那个子子孙孙，这样可以啊，当然了，孙子兵法，炎黄子孙，好，好啊。子丑寅卯，漂亮，是哟，丑寅卯，好强哦，强。六，什么子？天命，真命天子，哎，很好，厉害哦，张，很强哎，还有什么子？太强了，这蛮难的，这好难哦，惨了，没了。子孙孙讲过，多子多孙，多子多孙，子孙满堂，对不对？早生贵子，早生贵子，父慈子孝，你们讲。花花公子，花花公子啊，好
白马梳子，白马梳子，白马梳子。不过我觉得哈，制作单位要化身为中啊，他不一直在来。我也是极端数位。糖炒栗子，糖炒栗子很难哎，一直在想成语。我觉得好像把对方的墙棒干掉。哎，你下去啦。哎，这个直落三下去。李冠德，李冠德，张晴慧，等下你要不要先上来放一点水？哎呦，健步，怎么我是第四棒呢？他怎么有点压力的感觉？不变的第四棒。你那时候在新加坡住了几年？10年了，十年了，跟我忘了差不多了。对，他都是新格力西啊。哎，怪你不要这样呢。哎你，哎你想要怎么样呢？哎，车。哦，两个字，三个字。这可以讲鸡吗？不行，也可以哈。也可以讲鸡啊。财富五 G， 比方说。破音字都可以。学富五 G。啊，学富五 G。然后呢，那个车水马龙，跟鸡跟车是并用啊，可以啊。先讲好。哦。好，可以当鸡。好，我觉得是三个字。啊哦，三个字，下车字，装甲车，拖吊车，厢型车，老车，越野车，平行车，摩托车，再来啊，比快，嗯，快没有用，越野车，卡桑，卡桑车，卡桑车，你装甲车，你想叫停车格嘛，停车场，对不对？停车场嘛，车轮表，对不对？车轮，车轮什么？车轮饼。韩国艺人很多叫车的，对，车永俊有没有？车轮表，没有了，没有俊。你是谁？车轮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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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有没有？车三可以，车衣服可以吗？对不对？哎，你们还要玩吗？玩玩玩，先回家了。来什么 run one 而已，哎呦，哇，这伟忠，这样好吗？哇，你永远在我这一队，好吗？伟忠加油！啊，这我这么弱，可以换。我们有过一个这样子，哎，这样我怕观众我看的已经不是看的已经那个视觉上已经没有变化了。对，我可以让他这么先补一棒，先一个地来地补，地这样会比较好玩。好啊，好不好？我们没有意见，也可以了。我们很够意思哦，都好了，都好不好？都好了，那个赵奇伟，也只能这样了，也只能这样。各参加人，不是听我讲话。听我讲，听我讲，听我讲完。我张秀文，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下哈。哎，让我表现一下。陈宇桥，不要先，陈宇桥，你先来。陈宇桥帮我们抢个分，好不好？那你在旁边，我们这个棒还在哦。啊，万一他不幸被干掉，再补上来喽。OK， 好不好？给他们个机会。好，来喽。看看我们做节目。有没有很仁慈？变化随时都在改变。为什么卡关卡成这样？为什么没有站立呢？为什么站立？来哦，伸，哎，可以了。伸，应该是两个字，两个字，太多了，随便。四也有可能，随便啊，四也太难了吧？两个字快，两个生命，生日，哎，生活，生肖，生。生子，生子，生辰，金，生，有什么生？上身，下半身。哦耶！我跟你讲，你已经往生了。或是上升，出生也是，学生好不错，不是，天生是猪生、生养、求生、小生、花生，有没有？对，下去。哎，雨桥有可能可以结束哦。哇塞！哎，还有五题，还有五题。太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样公平吧。哎，破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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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赵哥又排回第一个了。没有成就，唯一的希望来了。来喽，陈爱希，他也是第一次来。啊，好，真好。我觉得是三个字，完了，每一个都成就完了。啊，愿意摆两个字，还好，我掉了。土地，黄土，黄土，土，土壤。国土，漂亮，碎哦，很好，这好。土，名字啊，不用看。土，土里。
啊，土里，没有没有叫土里，土中嘞，土里，土象，土象，自由自由，疆土，哎呦，很好，土，土地，地土地，土土土土木，讲过，土木土木可以，土木可以，土木可以，土木讲过，黄土，可以，黄土黄土，好，没关系。好，因为土很多，有黏土、红土、黄土、土地啊、土黑土、土司，很多。好了，好了，这个有点。他们得一分，还有土著啊，土葬。来来来，就是。可以，可以，安心，不错，我们有一分哎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厉害，不错，不错，终于。哎，我们太火了。张琪问你啊，哇，我们让他好不好？啊，来来，这是让节目好看一点，需要这样吗？节目好看一点吗？哎，来，准备哦。落差太大，很简单，对不对？你看不难吧？你怎么那么冰啊？吓到变形，吓到月子没坐好，那叫冰嘞。哦，难字，什么字？哇，好难哦！字，什么字？或者字什么？球了吗？对不对？你为什么看一个题目会翻过来这样看以后还要这样？因为它是国国国国旗的国，国碧旗啊，像碧旗的碧，所以我想说也太难了，太难了，像不像？哦，这个像国，哦，这个字像国，这是碧旗的碧，碧旗的碧啊。啊，哦，好可爱。哎哎，好，完了，专心点啊。好不好？不好，这应该是三个字。不好猜。什么查字典有没有？哦，什么？比方说，哦，或什么什么字啊？字，三个字。查字典。太烂。三字经。哦，三字可以哦。啊，字经。学写字，写。写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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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。完了，几？不行。学习字，自学部，字，自学部。学习部，哎，学这么联络部，联络部，习字部，联络部，什么联络部？没有，你说哪里啊？习字部了，联络，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，太难了，这个完全没有，对，是太小了，太小了，三个字，常穿的丁字裤啊，啊，你常穿吗？啊，你常穿吗？偶尔穿过，我去南屿度假的时候会穿。你就一个查字典，还是我给你的？而且你好怕没讲到，一翻三个字吧，查字典。哎呦，罕见字，像三张牌而已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们让他两题了。对，来哦，准备哦。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。象形文。差。哦，不行。应该是两个两个字，这个两个字比较好讲。来哦，两个字比较好讲。两个字。对。场场面可以啊。场租。场地。场合、场刊、场馆、场景、场，不要急，不要下面啊，空场，不要急，不是那个场，球场，哎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操场，哎，球场，球场有讲过，讲过，有讲的吗？对。我还有一个点场，球场，好厉害，入场，对不对？好强，操场讲过，职场，强，职场，强，还有啊，我们的电视台场务啊，靶场，靶场，马场，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，马场，还有演戏演演戏，舞场，笑场，笑场，还有拍 A 片，叫什么？清清场，对，拍片谁不是有清过场？你有看过？我不需要清场，还要拍入场，我带你去看那个不需要清场的。欢迎入场，传报一下，哎，入场，入场，出场，入场，我先离场，我先没有离场，哎，有没有？没有，这还有成绩，最后了，6-2哦，哎，杀杀杀！我在想，如果刚才没有让你们两个上来的话，搞不好现在是8-0，对对，8-0。最后第陈哥对，有可以哇，四个，这如果四个字的话就难呢。不要玩在中间，不能坠落。怎样？没有，已经要换人吗？不要不要不要，没有人换了，我最后一个了。我好想要看赵正平哦。没有，观众不讲，没有观众不讲。来喽，
四个字，完了，完了，好，成功，哇，这很难，驷马难追，一马当先，哦，马首是瞻，嗯，睡，马不多了，都要讲成语，我想到马不多了，马不多了，马多少钱？马到了，哎，马失前蹄，牛头马面，谁赢了？我跟你讲个不能播，妈了个！你刚刚骂观众啊，这不行的。还是赵哥跟奶哥一起。奶哥，奶哥，我们这边有位的哦。对，张启慧，张启慧说，我想的超多的，好简单，真的好简单。走马看花啊，然后那个骑马打仗啊。塞翁失马，多。最后一题，马公机场。如果马公机场完以后就马祖绕境了。先是上来，没压力了，没压力一题哦，没压力了。光光三个字不好猜，猜三个字。三个字，来，哇，这难哎！光明顶，哎呦，光明灯，日月光，哎呦，是哦，日月光。奶嫂前一晚做了这件事，让奶哥乐歪啦。妈妈把磁力贴，哇，磁力贴，当胸贴用，太瞎了，胸贴用，对，妈妈把磁力贴当胸贴用。好有活力！胸贴有什么好笑的？因为我老婆昨天在。天才冲冲冲！别是上来，没压力，没压力，一题哦，没压力的。光光三个字不好猜，猜三个字。三个字，来，光，哇，这难哎！光明顶，哎呦，光明灯，日月光，哎呦，是哦，日月光，可见光，哇塞，送你一个青光眼，不是啊，你就脱光光就好了，脱光光，脱光光，脱光光。我就接光溜溜了，对啊，发光光，我接光溜溜，对不对？光溜溜以后，然后你就看光光，大看光光，金光的，金光的，荧光棒，哦，荧光棒，荧光笔，你是不是看到我的灵感，对不对？你穿的蛮像的，我刚才吓我一跳，太吓我一跳，你看我看到你的荧光棒，哪里啦？哦，我吓你。看得到，怎么可能？没关灯。讲话怎么那么学坏喽？是，没有关灯看得到。他没别的想法，他说这是荧光色。对，荧光棒。我想怎么知道我整个人是荧光棒？哎呀，输了，6-4，来，现在我们的 round two。我们要力挽狂澜。我是不怕了，真的。我是很怕。你为什么要把赵正平摆第二棒呢？没有，他刚才是第一棒，他刚才是第一棒，是轮到第一棒。对。但是 round two， 你可以把他再摆到最后啊。我想摆到第二段子。想得太好坏。我要录到几点？第二段再半个小时就录了，再半个小时休息一下，对不对？我坚持，我搞不好这一把会赢。哦，先第一个。有事，我就要这个态度。你们每个人都要这个态度。林彦君学一下，林彦君。那我再第一把。啊？什么？我第一把。不行不行，我有这么倒霉。好可爱。来，进入上。来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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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四手比较没有弹琴。有压力，有压力。天哪，输给新加坡人。Round two， 只能把字放在最前面。加油！只能把字放在最前面。6-4，暂时落后。来，开始。
出什么？哇，好不好？只能出什么？两个字的，只能出什么？三个字。来，开始。出头天。漂亮。出在前面。出口处。哦，对啊，出口处。出入口。哎，漂亮。对，漂亮，漂亮。出差错。嗯，可以。出法庭。漂亮。对，不行啊，我出很多地方了，我要出，我要出出大门呢。出大门。不行，我讲了不行。出米粉。出学长。我现在敢出啊！是那个出啦。出海口。出版社。你为什么一讲一个出法庭？告诉我。为什么？我看到你就突然想到。关键字。想不到我有给你这个灵感联想。关键字。我已经走投无路了，我看到你，他要出法庭。出国玩，出国去都不行。出水口，出师表可不可以？可以，非常好。出赛曲，你们都没读书啊？出赛曲，出师表，出赛曲，出赛曲，还可以。你在那边等什么？跟他聊一下，跟他聊一下，叙叙旧。输给新加坡人了。对啊。翻译过来，现在7-4，把它翻8-4，快点！赵哥，好听话。哎，赵哥他很认真，你要小心。词汇没有那么多，我谁都可以输，就是不能输给新加坡人。那个叫什么？徐凯西也是这样讲。我们这个人基本上是讲，赢是不可能的，但是气势绝对不能弱。好像也是，我们不能整局赢在气势。我们只在气势。话家都很大，对不起。我要的是成绩，成绩马上有，马上有，气势啊，气势，尽量五，什么鬼啊这个？三个字，五就不好弄，3个字，四个字，来开始，头啊，紫灯科，哎呦，哦呦，紫灯科你呢？会，完了啊，我完了，6-7，5-7，8，五紫灯科，看一下这边。看一下有没有人跟你五脏六腑，五福临门，五五六六，五虎千岁，五谷杂粮，五颜六色，五福二路，还五福三路，五福四路，五福五路，可以啊，对，我知道啊，五福四海，那你要讲到，我可以讲到五湖四海，最近又开了一条五路，你不知道吗？五湖五路，四个字我比较没办法，我两个字。五金常旺，对，五金常旺，不好意思，五金百货。哦，这个没有道理，一个都讲不出来。再给他一句，我对你真是五体投地啊！两个字我可以，这种四个字就比较难度高。要不要给他个机会？再给他一个机会，好不好？再给他一个机会，好看。没有，我先讲是你们要给我的哦，我没有硬要。我代表制作单位，我很抱歉，你不应该有这个建议。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好玩嘛，反正你输定了。对啊。没有啊，讲的什么话？不一定啊。不要了，他不要吧，真的不要。我累了。我们节目效果不好做。累了。不要急，他已经把效果做足了。来，过来吧。来，就位。哎呀，他可以输给新加坡人吗？这个新加坡人，他们就打了10题啊！不会啊，新加坡人对新加坡人，哎，对啊，台湾人啊，台湾人，他在新加坡，他只是新加坡发展而已，我只是下面住10年，好不好？永久经营。难道我住花莲，那说我是原住民啊？我跟你讲，不要急，快了，就两个而已，好不好？就两个，想看三个，来准备，百字手。长，长跟长都可以，可以，呼一呼啊，很有道理。它也可以，它也可以叫账啊，四个字，账啊，对啊，义无账务的账啊，四个字就很难。来哦，两个字，等等，长高，长辈，很多很多，破音字啊，长尺，长短，漂亮，很好，就这样子，很好啊。上去真的会长毛，学长。对哦，部长，那学长可以的，对不起，四手哎，长在前面，藏在前面，
长毛。讲过了。没有，它是长毛。长毛。一个动物。长毛。可以。可以。长了长发。长发。OK。过。厉害哦。厉害哦。长腿。对。长腿。可以。长手呢？对呀。对呀。长腿长手啊。长裤。长裤。对。长裤。对呀。很好，太棒！长裤，他的长龙，长龙，长龙，长长袖，长袖，长裤，长袖，长领可不可以？不行，长领是什么？长病，长病不起啊。长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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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起，长裙呢？长裙，长裙呢？长裙，长裙，长裤，长靴，长大。他刚才讲长毛，吓我一跳。哦，有有。哦，长，哎，阳江啊，哎呀。是在不关纠结的状况下赢这一关，对，是换不紧张，没关系，不不错了，不错了，张文琴，我让你了，厉害，很好赢，可以可以，哎，8-5啊，我不应该选来，没有，亚堂可以，还有5题，五类的，我们再答对一题就不会输了，长什么东西？再强一点就不会。来逆转哦，再连赢四，连赢四个，连赢四个，连赢他三个就好，好不好？不着急啊，不着急 ，OK， 来学。啊，对，四个字，久了。学什么放前面哦？学什么？嗯，两个字开始。学生，学生过。学生学校，学校，漂亮。学姐，学弟，队友，学务，学科，学习，最漂亮。学会，学不出来了啊。学校，学校过了，到压线压线。学什么？学校。他讲过了，讲过了，讲过了，过了，一开始就讲了。他开始了，一开始讲过了。学长学妹，学长学妹学弟都讲过了。学校学霸，学霸，学务啊，学会。去学校要缴什么？学费。就能说学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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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的学友。没有人在那装熟的，学友，这不叫学良啊，学友，学良，那我认识学良啊，学友，学士，好了，下去，学历是不是该我了？该呀，不能没玩过，很好，我还没玩过，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没有那么强。你刚刚不是很强，是经验强，现在有第四吗？我没有那么强，我们要两排一起倒的。你以为要抢先？对，结果。哎，谦虚不懂吗？好，傻傻。效果你不懂吗？对，傻傻的你。傻傻，真的不强。哎呀，刚刚那学我来搞就好了。哦哦，来开始了。学运呢？哦，对，来哦。哦，好适合。老。老什么三个字？开始。老司机。哦。老吾老。啊？啊？老吾老人之老啊。老吾老。对啊，不能这样断了。不能断。老油条。嗯，好，漂亮。老夫妻。老处女。老尼姑。啊，小四老和尚。身上得到老尼姑。老哎。老实树，啊什么？老实树，老夫子，对，漂亮。老不休，碎碎碎碎，老丈人，两个，老方丈，可以过，老前辈，碎。讲过了没有？没有没有。老学士，哎，都走这个路线了。老豆腐，哎，好，可以。豆腐，老豆腐，老掉牙，漂亮。哎呦，哦，厉害！哇，来了来了，老掉牙。再来啊！再来很多，还有很多很多。
老尼姑，老尼姑讲过了，老爷爷老奶奶，老爷爷老奶奶，老鼠屎，你怎么输给尼姑？老婆饼，老虎油，老不死油，老虎油可以，老虎油，有有老虎油，真的有，老味道。现在等什么？可以下去了吧？可以下去。老天路，老天爷，哎，漂亮，老天爷，想起来的老天路，哎呦，是你吗？这三个全队才有平手哎，来哦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？冲！哎呦，别逃避啦！逃避一下，是这种字吗？四个字，四个字，一定四个字。是这样子吗？我们来看一下。两个字，四个字啦。开始。自习课，自由式。自由式。自。不好猜，这不好猜。自拍档干什么？这干什么？不是。自行车，哎呦，是哦，排档，自己人，自己人，当然啊，对，啊，自由行，哦，对，漂亮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不能有动作，我正在看着，看着，抓你，怎么了？王姐会上边，我说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我说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哦，不要紧张，这样比的，对，不要紧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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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比的，这是放轻松，很轻松，所以会这样比。自尊心，自由做，自己来，自己来，自己来的，哇哩嘞嘞，你就这样子，对不对？自然卷，自然卷，自然卷。自然课，自然卷。刚刚我说我没有那么强，是客气搞起来。哇哇哇！这个站在上面真的输掉了，对，好厉害！哎，奶哥今天好厉害，我还好，谦虚，谦虚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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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奶哥，一堆哦，自来水，来，准备。踩什么？你要紧张。踩什么？哎呦！开始嗨什么？四个字。哎，你先讲啊。我等他。海洋世界。好。海海人生。海洋公园。海市蜃楼。哎呦，可以哦。海底蛟龙。海底啊，不是，是那是井底之蛙哦。海。海洋是海洋公园，哎呦，海洋公园讲过了，海洋世界刚讲过了啊啊，这么多，海海海纳百川，海天一色，海底隧道，海底隧道，海底隧道，海底海底大奔，还有海水浴场，海水海水大罐。海水倒灌漂亮啊！打麻将，海底捞月，海底捞月，海底，哎呦，最爱的我，海绵蛋糕啊，海绵蛋糕讲过了，海绵蛋糕，哎呦，有海绵蛋糕，海誓山盟，海誓山盟，海枯石烂，海枯石烂，哇，这么多成语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太久没讲，太久没讲，都没有在讲海誓山盟了，这三十几年前都讲，刚才我讲我没有那么强，我是真没那么强。干什么？看看你们成绩10-7，你还有脸笑？不知羞耻！自然卷，机会，最后一个，第二个要赢了，快点！注意啊，他赢了，我来送分的。有志气，有志气，不要这样说，气势很强大，气势如虹，谢谢，不要紧张。不要紧张，不好意思啊，不要紧张，这边空空的，也只能送一分了，你帮不了太多呀。好，没问题。来，输在前面，四个字，输什么什么？输在前面，两个字，有了，输吧，书生，抒情，抒情是什么？抒情是什么？抒情啊，琴棋书画，没有，书书，书书书。苏苏桃不是，苏桃哎，开始了，苏桐，苏对，我说苏桐啊，人家说苏桃啦，他现在说苏桐啊，苏桐一样，算压线，哇，啊，我送他了，苏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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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类似的类似书香，书香，书香可以吗？书香可以，木香的香，木香的香，书香好，书套，书套可以，书书书咒，书书啊，书书咒，当妈妈你就不知道啊？啊哦，哎哦，书书书简，书哎这干什么？书捏，书书。书夹哦，书签，书写东西，书镜可以吗？必书镜，书镜，我们把小孩装书套，书镜，书包没有讲到吗？有没有？书包没讲到，没讲到，书包没讲到，对啊，书院。哦，书院哦，书院，基督书院，书院。好了，好，所以呢，10-8，恭喜我们获胜啦！可以了，好。休息啊！现在很简单，现在冲冲冲！来，记账员，看你怎么说。好啦，这完全要这个看嘴型了。读唇语的人，这是一个很容易动肝火的人。对，完全要看嘴型。很大声啊！有些人就长得像陈慧敏那个嘴型，真的，老是看他下巴一直动，他只要一遮，大家都看出来了。对对对，其实除了陈慧敏之外，还有一个陈大仙，对，牙龈在吴尊，没有，吴尊的，老看到牙龈，下巴长的，嘴唇厚的，牙龈大的。今天有这样的人吗？可以讲。好嘞，欢迎今天特来宾啊！有人要宣传，听到名字跑步处理，陈爱心。写真哦，不是减重啊，谢谢减重减，你需要减，你需要减重。我之前胖了13公斤，对我里面其实有放一些我之前胖的时候的照片，然后我朋友看到都说真的很敢放。那没有，那就为什么不练习？那胖在小孩身上，敢放在自己身上？我没有，我不是怀孕，我没有，吓死我了，算是我的时候。我真的以为他结婚了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但这个算是我第一个小孩啦，就孕育了3年。哦，对，爱心孕育了3年呢。对，因为我其实在3年间就是一直在研究饮食的方法，然后跟配合怎么运动让我健康的瘦下来。这么厉害，想吃甜点要不发胖很难呢。对，因为其实在我们减肥的时候就是会很想要吃甜点，但是其实是不能吃的，但这样会很压抑，所以我就是让大家可以有一个选择，是可以吃这个甜点，在你减肥的时候还是可以吃。真的有放他之前，我跟你讲，它里面的一些故事真的蛮感人，我有大概略了一下，略读。略了一下，讲话相当跳跃啊！然后我的书现在已经上市了，在诚品、博客来跟金石堂都各位8月13号正式发行了，全台的网络书店。门市同步上市，对，然后9月27号在新义诚品有我的新书分享会，我会做里面的甜点给大家吃。哇，想吃，去还可以吃。小心，想吃陈爱心的甜点啊，就要把握机会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奶奶队成功，阵仗排开来，竟然是派他，是不是？哎，他也是游戏王。我上一次在这个单元还不错哎，有这种事，拿到分数颇高的哦，有这种事。几题啊？八题，你答过八题啊？对，乱讲，乱讲哦，你乱啊！能够超过6题的都算不错的，公平题啊。3张 pass， 两个单元一共。就3张，对，3张，两个单元一共用不到，用不到，放心啊。哎，等下不要用哦，请戴耳机。看你怎么说，我看你怎么死。来，准备 round one 4分钟，预备。两个字。单身。单身。哎，单身。单身。单身。哇，很强哎。4个字。4个字。爱如潮水。海枯石烂。爱如潮水。什么洗脚水？爱如潮水。海枯潮水，爱如海枯未秃，爱人害己，爱如海毒，海毒潮水，爱如潮水啊，烦死了，对啊，都超级都出来了，3个字，塔罗牌。叫我妈，塔罗牌。叫我爸，塔
罗，嘴型太夸张。大我爸。塔罗牌，塔罗。三个字。对。塔罗。正常说一次。塔罗牌。大我妈。大我妈。塔罗牌。塔罗牌。大我。塔罗牌。什么？我爸这个好难哦，怕死一次，怕死一次，不会再用了。两个字，两个字，新闻，灵魂，新闻，新闻。哎呀，嘴型重要哦。四个字，五个字啊，五个字，五个字，五个字。翻脸，翻脸不认人，翻脸不认人。四个字，晴天霹雳，两个字，海豚，几个字，五个字，通灵，无障碍空间，这好难哦。什么？你不要讲其他的话，无障碍空间没有，还会骂人。五个字，五个字，无障碍空间，无什么？你们不障碍空间，再讲一次，无障碍空间。哇塞，一个字都看不出来，你们不合。无障碍，无障碍空间。哦，两个字，天气。是题目有蹊跷，还是你心里有鬼？早起的鸟儿喜欢。你笑什么？还有心得？你笑什么？昨天才来的。不是。我在笑。我的手机电力只剩2%，好像后面是好。天才冲冲冲！无障碍空间。哇塞，一个字都看不出来。年不合。无障碍空间。两个字，电梯，电梯，他嘴巴太小，电梯，对，他都猜电梯，他有小嘴，电梯，年纪，电梯，甜点，他都卡成很小，甜梯，电梯，电梯，这个算不对，我讲看是不是会有差别那么大，电梯，嘴巴有问题啊。换你，换我吧，不能笑。下一题，不能笑。三个字，体温计，体温计。哦，有问题吗？几个字？四个字，不清楚。四个字，如假包换，如假包换。太强了，太强。2个字，哈？两个字，花心。波士，花心，瓦斯，花，30秒，喜，花心，欢喜，花心，国喜，花心，瓜喜，花，我讲看看，2个字。花心，难，这个难，这个难，太多枪了，时间到了吗？再试一个，花心，换一个，大家来玩，花心，大家来玩，花心，太对成功，哇，16题啊，哦，10题啊。如潮水，那个潮卡了半天，后面一个的跟好像听到答案一样。对，好像你没有看到，你跟陈宇桥不合。一直卡了几，哦，陈宇桥的嘴型你看不出来了。对，他刚刚的塔罗牌你就看不出来，叫我爸叫我妈的那个，就那个卡了，其实都是秒卡。厉害，超强。哇，你好强哦，长得怎么样？好强。
新高哎。对，创新高。个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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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高。完了，我看。快别动手，交换。很会看。加油！双手交换，难呢，10-0。哎，加油！太期待了，道哥加油啊！不容易。我只求我的队友啊，嘴型清楚，我基本上都没问题。加油！加油！先求队友，先求队友，再求自己，再求自己。他刚才秒答至少5题，对，你秒答个4个，其他的不要想太久，大概 OK。你答个7-8，我们就不会输，不会输。对啊，哎。他在徐世奇的犯罪中心上班，专门在读那个有那个声音障碍的。你我知道哦，你在哪里犯的罪哦？他在那翻的，你知道吗？好不好 ？OK， 好来，哎呦，新加坡的，就新加坡的，有点亲民，有点亲民。音乐来，准备了哦，好，有音乐，看你怎么说 ，Round One， 4分钟。3个字，三个字啊！双眼皮，身体累，双眼皮。哇，哇塞！2个字，几个字？2个字，两个字。美国，美国。哇，厉害！3个字，三个字。蛋包饭，蛋包饭。耶耶耶！真的5个字？不可能。5个字，樱桃小丸子。哎呦，什么？樱桃。嘴型大一点，讲完嘴型大一点点，什么桃？樱什么桃？然后小丸，你一次念完好不好？一次念完，樱桃小丸子，樱桃小丸子，呀呀，2个字，2个字，火鸡，火鸡，哦，火鸡，准，他厉害哦，4个字，特别来宾，特别什么脸什么脸皮？特别来宾。特别来宾，特喝个2瓶，蛮像的，蛮像的，蛮像的，约了，约了。不好意思，你不要把下班后的事情都搬到你前面来讲。喝2瓶，喝个2杯，这是什么？到底什么？蛮类似的，我们可能会是切盘卤菜，喝个2瓶，好香，好香。我当时再重讲一次，他的嘴型有2瓶，打掉给我，给你，要不然怕你有点醉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他嘴型有问题啊，好，再次再，其实很快，哎，这个很好笑，很难解，当然，我不是每一个都弱，好不好？现在已经5题了，还好吧？找到强项了，厉害啊！好，来音乐放，音乐放，不是做，来喽，准备哦，时间继续，这个是特别来宾。什么凉皮？特别来宾，两面两皮。特别来宾，特别来宾，两面两皮，特别来宾。他已经飞了，点赞，pass， 可惜了。3个字，三个字，万人迷，万人迷。王正平，万人迷，王正平，王子面，万人迷，对，王什么皮？大一点点，万人迷，这是一点点，万人迷，万人迷，不要太快，王陈皮，王陈，万人迷，卡喽卡喽，王建民，万人迷，对对，这个嘴型对，王千平，万王建民，王建民，万人迷，王建皮。万人迷，张文琪，这好难哎，三个字，万人迷，不难呐，万人迷，2个字，三个字，两卡关了耶，你的嘴巴不行啊，两个字，比赛，比赛，皮相，比赛，皮线，比赛，皮线，比赛。明天见。比赛，你笑个屁！你的发音这样子，是吧？比赛，比赛，不要吵架，大一点点。比赛，比赛，比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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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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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比比比比赛。比赛，比赛，对，赛，赛啊！5个字，几个字？5个字，五个字，不在场证明，难了，
不在场证明。不在场证明。不在场看。不在场证明。不在场三十秒。不在不在场证明。不在场。不在场。不在对不对？对对对。不在不在场证明。不在场场不在看场签名场不在场不在场不在场证明场，还有三个字不知道什么，不在场不在场证明。pass 这个好难哦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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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在场证明。怎么了？比赛也卡关，这也卡关，那后来都卡，很可惜。答对七个，你应该答个九个，八厉害的，少了一两个。哇，前面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哇塞，吓死了！卡没有道理，一下来都没卡，一下来都没卡，特别来宾，万人喝个两瓶，喝个两瓶，太厉害了！还有明天见。你就是从喝了两瓶挂掉的，对，开始的。喝酒误事，酒量差，还喝两瓶。喝两瓶五加啤，对，两瓶寡挂了，十比七，来 ，round two。完了，我已经先备好动作，对，先备好了，他已经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自动门，不要紧张，自动门，不要紧张，他是说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不要，自动门，来，请戴耳机。Round two 准备有六分钟的时间，两张 pass 哦。哎呦，还是两张的。嗯嗯，雷贝贝，看你怎么说。哇，还有这个硬哎，十一个字。哎，十一个字，对，外婆都碰五万。外婆的澎湖湾。哎，外婆都碰五万。外婆的。外婆都碰，外婆从澎湖都碰，从外婆，外婆都碰五万，外婆从澎湖湾。好，第二句，把我牌截断，超难，把我把我什么？把我牌把我把我把牌把牌把牌把，讲完了，把我牌截断。把我把鞋穿，把我外婆，外婆从澎湖湾，外婆对，外婆从澎湖湾，好好忍，外婆在澎湖湾，好有意思，外婆都碰五万，外婆从澎湖来，你掉你掉，外婆对，等一下，哇，这个完了完了，超难。你觉得他们会吃的外婆从澎湖来帮我把鞋穿，你觉得有这么感人的大时代儿女你不知道吗？那个不要跟外婆同疼外孙，你不知道那种吗？心情太疼，对不对？外婆从澎湖来帮我把鞋穿。对啊，我跟你讲这一句啊，你绝对猜不到，因为它这剧情太复杂，对，回头看一下，我知道你要搞，你回头看一下，你不要每次围上我就搞我，你看要怎么样，要怎么样，你回头看，真的很难。我学赵正平，你看，回头看就知道。奶哥，你看，外婆都碰五万，把我牌截断，很难的，把我牌截断，碰了吗？制作人，太难了，这剧情太难了，对，太难了。刚刚讲到外婆穿鞋那段，我就掉泪，很感人的。我说我们这明年要报金钟奖这一段，还报节目，好不好？寓教于乐，我们只送就这一段。是澎湖吗？外婆从澎湖来帮我把鞋穿，就这一段，感人。加个十秒，对啊，啊，再多给个十秒，这整人嘛，你们。来，请戴耳机，可以了，够了，来。一样从齐慧吗？齐慧刚才整个跟幼教小孩一样。好，十个字，十个字，十个字，对，没错，我讨厌下雨。我怎么样？我讨厌下雨。我逃离家。我讨厌。我讨厌下雨。下雨。对，我讨厌下雨。对，好，第二句，同时又打雷。同时又打雷。对。哎，对不起，这合理吗？是不是？外婆冲出来。帮我把鞋穿合理嘛？你是不是打算每一题讲完都要分析一下？
因为刚刚第二句我根本没听，我一讲说我讨厌下雨，对对对对对，又怕什么？同时又打，同时又打，对对对，合理。我们可不可以不要每一集都拿来讨论媒体？不讨论。赛后检讨很心急。好，十二个字，十二个字啊！这医院我有照，有我照，什么东西啊？有我照，这医院有我照，这医院有我照，割包皮，割包皮超优惠，这医院有我照，割包皮超优惠，超优惠。好有逻辑啊！十个字，妈妈、爸爸、妈妈、爸爸、妈妈、爸爸、妈妈，讲完讲完，妈妈把磁力贴当胸贴用，太瞎了！妈妈，怎么难了？爸爸妈妈，妈妈妈妈妈妈妈把，妈妈把磁力贴，很难哦，把心磁力贴。妈妈怎么样？把磁力贴，把鸡磁力贴。哦，你的嘴巴，你舌头好红哦。很健康啊。你口气太大了。磁力贴。妈妈把磁力贴。看得好仔细哦。磁力贴。磁力贴。磁力贴。当胸贴。当胸贴。用。胸贴用，对，妈妈把磁力贴当胸贴用，好有活力哦，什么东西啊？猜不到，都他猜。十二个字，十二个字，潘金莲，潘金莲，哎呦，叫武太郎，叫武大郎，武大郎，太郎，好对不对？潘金莲叫武大郎，怎么样？懂了，爬过去一点，好。潘金莲叫武大郎，爬，潘金莲叫武大郎，爬过去一点，爬出外面，爬过去一点，爬过去一点，好快，不是。怎么样？要讲什么？潘金莲叫武大郎趴过去一点，这句没错，有没有 A 的感觉？没有，没有。潘金莲叫武大郎趴过去，叫武大郎，他鬼啦！潘金莲叫武大郎趴过去一点，他断句是断在那个下面。我请问一下，胸贴有什么好笑的？不是磁力贴，因为我老婆昨天在贴磁力贴，有画面的，有画面，有画面。真的，因为我老婆昨天说有点落枕，叫我帮她贴磁力贴，我从来没有贴过，我也没帮人家贴过，我就贴，我想贴胸贴很怪吧？很有画面，很有画面。历历在目，他那个面积只能贴在零头上。对啊，大家都流眼泪，落泪能哭了。痘痘贴在别人，时间是多少？流眼泪，流眼泪。还有两分钟，十个字，十四个字啊。十个字。小母鸡，小母鸡，小茉莉，小母鸡，小木鱼，小母鸡，小补，小母母，小补母，小补补，小母鸡，小母鸡，小母鸡，巴不得，巴不得。要干嘛？要想到什么？怎样？火了吗？我好像看到一只金鱼快断气了。哎，你的嘴型好怪哦，真的。能不能刚才那个谁？看不出来。真的。茄子哥看不出来。茄子。你的嘴型比较不清楚，比较小。你在练习啊，真的。嘴巴哎。那三个东西会不会撑大一点嘛？家庭幸福媒体的部我要练。哦，他也是这样子。这跟巧。嘴巴很小。哦，小鸡子哈，来准备。小母鸡。对。巴不得。拔葡萄。小母鸡拔葡萄。巴不得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一定要把它答对，好不好？要不
算的，对不起他。小母鸡巴巴不得，巴不得，快快点长大。以后这鸡巴巴那个什么，小母鸡巴不得快快长大，快点快点长大。还有三十秒，十一个字，十个字。哎，爸爸，爸爸种的芒果，爸爸有点怕我。种的芒果，从前把我种的种，爸爸种的种的芒果，爸爸种的芒果又大又香，又大又香。来，讲好，九个字，九个字，对，早起的鸟儿。啊，看到后面四个字了，害羞了。早起的鸟儿，小什么？早起的鸟儿，小鸡鸡找我。不是，我全部念了哈。早起的鸟儿喜欢露珠。笑什么？出来了。你笑什么？笑很有心得。你笑什么？昨天才来的。不是，我在笑什么？我一个笑。我们加入你，你想你笑什么？笑什么？不是，累了累了，真的累了，真的累了累了，笑得好累，虚脱虚脱。因为他知道时间到了，对，對啊、反正那嘴型也看不出来，对、啊，看不出来，回头看一下。早起的鸟儿喜欢露水。喝水啊，水啊，没错了，你没错啊，好了，哎，有几个答得很快啊，哎，答对，啊，六题，答六题啊，厉害呀，厉害呀，厉害呀，小母鸡怎么看成小茉莉嘞？小母茉茉哦，茉茉小茉莉，小茉莉哦，茉莉小茉莉，小茉莉哦，对呀，有点像。你的舌头如果弹没有弹出来，对，舌上音，舌下音，看过。那个曾伟忠，你那个舌苔，舌苔好红啊！你刚是中医啊？坐这边，我见大病的名医啊！舌苔太仔细了，还有舌头好红，闻问切，哎呦，真的够细。好了，答得非常好，答对六题，鼓励鼓励。好了，太好了，只赢不输了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展现一下实力吧，好不好？这个单元真的比较难了。对，来，双手交换。十六题，要九题太难，九题太硬。这种题型啊，这种题型，看一下，三四题就差不多了。对。刚刚六题，都不是一般逻辑啊。对啊，六题真超出预，不是一般逻辑，你知道的。不是一般逻辑，你知道的。哎，你好厉害，好厉害，你太厉害了。谁啊？小郑也太神了吧。很多谐音，很多谐音。让他朗读。好了，准备了，要放音乐了。啊，来了，看你怎么说。Round two 啊，有六分钟，没问题。快点，快点，七个字，四个字，七，十个字，七，七，你不要讲脏话啊！七个字，这题总共七个字，什么题？什么题？是什么题？这题总共七个字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。十二个字，念完大悲咒，念完打皮球，念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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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悲咒，念完打皮球，大悲咒，打平球，大悲咒，再一次，念完大悲咒，念完大悲咒，咖啡就变大杯了。念完大悲咒，还有几个字？七个字。咖啡，咖啡就变，总变就顺讲顺讲，就变大悲了，总变大变了，就变大悲，东杯变大悲了。刚不是都讲出来了？升级了，你讲还蛮有道理的。咖啡变大悲了，就是对的吗？对。怎么变大杯了？咖啡，咖啡就变大杯了。来，十个字，十二个字，十个字，十个字。我的手机
电力只剩2%，好像后面趴。我的手机电力只剩2%，我的手机电力只剩2%。好厉害，十个字，小鹿叫斑比。再一次，小鹿叫斑比。天哪，你的嘴巴好小哦。小找找鹿，小找小鹿叫斑比。慢一点点，轻一点。小鹿叫斑比。再一次，小鹿快点点叫斑。小鹿不对，小鹿叫小鹿叫叫斑比，小鹿叫斑比，大鹿他鹿大大大大大鹿大鹿叫叫寻猪寻奇猪心寻小鹿叫斑比，大鹿叫寻奇树吉寻寻树荫寻，他不知道大陆寻寻奇，对啊，大陆叫寻奇，是大陆寻奇啊。OK， 来，很好。啊，十个字，机车厉害，十个字。凯西说，看星座。凯西说，凯西说说，凯西，凯西，西，凯西说，白眼，凯西说，凯西说说说说说说，凯西说，赵哥弟弟变黑了，我没有叫你饼干，赵哥，小克，赵哥，小柯，赵哥，赵柯，赵，叫，赵，赵。要赵赵哥，赵哥，对，赵哥弟弟，凯西叫赵哥，凯西说，凯西说赵哥，赵哥弟弟，年弟弟，弟弟弟弟，弟弟弟弟弟弟，变黑了，被雷变被骗变黑了，黑了哥了。变黑了。对，讲一遍，讲完整句。凯西说赵哥变黑了。弟弟，赵哥弟弟。凯西说赵哥弟弟变黑了。好难，九个字。爸爸把金子，爸爸把弟弟金子，自己金子自己金弟弟。嘴型再清楚一点。金子对，自己金子。金子存在银楼，再一次，爸爸把金子，30秒，爸爸把金子存在银楼，存在银楼，对，哇，不错哎，哇，十个字，哇，十个字，九个字，是啊，九个字，十，十，十个字啊，对，好心啊，好心，穿鞋子，穿鞋子。孙鞋子，孙鞋子，穿鞋子，孙鞋子，穿鞋子，哦，不穿袜子，不穿袜子，好厉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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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孙鞋子，穿鞋子，不穿。结束了吗？没有没有，刚好压线，厉害，压线，是有，还有一题呢，可以，还不错。我们今天几乎都创纪录哎，对啊，我们很少两队加起来分数都破十分的哦，很少破十分，蛮感动的，我们只输两分呢，对啊，练完打，你刚才如果少花点时间再发脾气的话，其实还，不要这样讲，刚刚那个第一题最可怕，他不发脾气，这题总共七个字，他又是答案又是要讲那个，根本就，张姐，你讲完他就会了，对，要算厉害，算厉害，但是我答了以后不确定，自己吓到，根本不知道是对的，乱讲。总共7个，你知道这是题目了？知道什么题目？好了，所以呢是16-14，来恭喜我们两队的获胜。好了，又赢了。